们这个一直致力这种研发人才的培育。我认为我们公司呢，在经营这个理念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直以人为出发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人才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不断地在培养员工的这种所谓的硬实力跟软实力，我们希望员工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能够跟所有全球的国际人才一起竞争。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企业呢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种所谓的工作的场所，让员工很乐于工作。我认为一个幸福的企业呢，不是只有薪资好、福利好，或者是产业有远景，那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目标。我认为一个幸福的企业应该让员工在工作上面体现他愿意工作跟他个人的价值。今年大概每一年大概都有几百个这个职缺释出来，我们今年特别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研发的团队是需要建立的。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做这个 UV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客户能够培养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所谓的研发的团队跟技术的这个支持的团队。